歌手2024夺冠是凭实力还是芒果台剧本？网友炸了，真相到底是啥？哟呵，7月26日那场歌手2024的歌王争霸赛简直比宫廷剧还精彩。五旬天后那英力压孙楠、谭维维等一众实力派，坐上了歌王宝座。这剧情反转的比过山车还刺激。那英姐这次真是拼了老命，每首歌都唱得直击灵魂，让人不得不服。但问题来了，这冠军头衔是实至名归的荣耀，还是芒果台精心编排的剧本呢？网友们可是操碎了心，一边为那英的出色表现打 call， 觉得她这实力拿歌王妥妥的；另一边则直呼剧本太明显，质疑芒果台是不是早就内定了那英为冠军。这娱乐圈的深水，咱们这些吃瓜群众真是越看越迷糊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那英姐的唱功和舞台表现力，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。她的夺冠之路虽然伴随着争议，但每一步都走得那么坚定。至于这背后的真相吗？或许只有芒果台自己才最清楚。但不管怎样，这场歌王之战已经成功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，成为了娱乐圈的一大热点。咱们就坐等后续发展，看看这娱乐圈的大戏还会怎么唱下去吧。